所以你要硬干了吗？可是这应该很容易死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护甲不够。还是那个啦。对，完成前置吧。哇，直接这是直接被 hardcore， 超 hardcore。没有护甲可以买。嗯，抢得先机。无论你是天生的胯下火箭塞车手，嗯嗯，胯下火箭塞车手，嗯嗯嗯嗯，我好像认识了你。或是梦想挥舞索格神剑。街机库有大量的好玩游戏等着您，包括八位元的经典游戏和太空火山，绝对能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向你证明技术，想证明您的技术，试试看闪亮芥末小猫爪。啊！想燃起爱火，爱情教授随时为你爱情把脉。嗯，拔了马上变成绿光，听起来有点惨。晚安，晚安，要睡觉，晚安。走下水道或保全门吗？我们倒是还，我们有探索到下水道的路吗？没有看过哎、欸，没看过。我们之后解的话，可以先把那个、啊、他的拍照都拍完，我们就可以从好几个地方进出了、嗯。就是第一个那个面板那边，哎、欸，靠边，可以不用解吗？车上开车啊，这个真的是三宝哎、欸！怎么了？我还在天上。我刚过马路，然后他就慢慢直着开，突然就给回转，啪，这就把我撞下去，啪。可能是要要签名吧，是哈基三宝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换，赶快换！这里的车都 NPC 怪怪的，不照路线走。哦，会不会又是有马？对，人行道已经开始坑了，已经开始坑了。人行道三宝都怪怪的，都开到人行道上去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还在天上飞，我跑不掉了。我还在天上飞，飞不下来。嗯，我要直接加你们了。没有人好吗？我好了。好。啊，加入。加入？怎么停这里呀、啊？那么远。加入，我的小，第一个，你说第一个面板吗？嗯，第一个面板就我们刚刚的金库内容物一样，就没了。哦。所以第一个面板就变得很简单，一下就结束了。对啊，第二个面板的话就跟之前一样。嗯，就慢慢解吧。嗯。六个，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差不多解完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所以现在是到杰克房间这边。对对对。嗯，就是、我还是下不去。都要了，讲完我下来了。我的天，我飞上去了，为什么？你刚刚加谁的？杰克的。我刚刚是点繁星的。我刚刚是点到雨，点到你，点到雨月，然后就说哦，他不在的这个
任何一个那个战局，然后跳出来就跳到繁星这边来了。因为我会在天上飞。加入跳出来就跳到这边来，神奇。我们的帮会是算私人的帮会哦。嗯嗯。我在这个战局，我在天上飞，我下不去了。你叫什么？那个摩托邦。哦。我在天上飞，下不去啊！感谢牛排，牛排，牛排。把自己隐藏在雾中。你们要不要先讲？我会在天上飞。好啊。好。中路十升级。对，直升机哪来的、啊？为什么那么多直升机啊？太、啊、炸好了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刚好要炸的、欸。嗯，假的。对啊。哦、oh。这么刚好。对啊。所以才刚好的这么多。嗯。棒。棒。这是哪里？哦，好不容易终于下来了。我在单人公开，好哦。什么？这是什么车？这台叫暴君啊？还是你是说刚刚的坦克车？海上哦。现在我要去的是哪里啊？怎么那么远啊？我要出海。哇，好远哦。嗯。雅思在饭店哦，出餐。哦。好好啊、哦，好好啊、哦。然后我才刚玩完回来而已。不是，人家如果人家是出餐，哪里好啊？哦哦，也是的啊、哦。谁射我？欸，这是不是时间内炸几台去算他的那个、啊？又忘记了。我来了。我记得有一个是时间内炸多少算多少。这么有一台货车已经在河里面了，我的发！那是那个把游艇。不是，它是车的、欸，车子哎、欸。嘿、欸，它是在溪里面，它是自己跌下去的吗？卡砰啊，想起来了，这是不是在海上的游艇？然后结果我下去开船的时候，我的暴君就爆掉了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那个是不是要抢？那是拿货。对啊，抢钻孔抢一台直升机。王姐好像是把一台直升机拆成武器吧？对啊。哦，那么这次武器拿更好了。嗯，命运散弹枪呢？嗯。我来了 ，DSD 啊，有够远，超级远。这海上那台车船吗？船啊，是啊。哎、欸，你断，你又离开了，啊、你又断了，你又断了。我只是看一下画面而已，我只按一次看一下你们的画面就断了。对，好像这几个再炸三个就好了。可是直升机你们炸会，他会说那个吗？不会。哦，好吧，那就要跑货物。DSD 变成女角了。哎呦，就是因为你一个没有一个账号可以那个啊，好几个角色。哦。钱会共同，但是你的那些什么设施不会共同。啊，那等于如果你换一只角色，等于几乎是重玩了。对，它只是户头同一个这样。嗯。但其他要原本养的东西都要重养。很累，哎，我叫不进去了，我叫不进杰克的，为什么？哎呦，那你可以加哈记的。
我刚刚加他记得有成功进去，但是一段时间就断掉了。嗯嗯，找三看繁星的。他一开始是点我的啊。对啊，一开始点繁星是写，不在战局。打完了。嗯，好远哦，要飞回去。超远欸，我好像选择瞬移哦。我决定我要重开游戏。重开。为什么 AC 又有悬赏？好好，5000块。那怎么随时随地都有悬赏？是到处来抢车、炸车之类的吗？抢车。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我刚也打哈欠，你跟我同步，吓到。大家都累。哎呦！累了，累了，都累了。你是大野狼，不让你进来。真的远，超远。故事模式，我打哈欠打到口水流出来。这个哈欠也太大个了，很大。哦，谢，这里是监狱 ，no 是 no， 可以啦，你逃得过的啦，嗯，你这么厉害，这么帅，你连夜妹都逃过了，对啊，哦，那次逃过，真是我没想到我自己会逃过，真的，要么溺死，要么被打死，对啊。结果你就躲掉了，我们是能召唤出夜妹的人，但是最后自己就摔死了。嗯、我睡过了啦，我睡过。我那时候什么哎呦，看你拼命剪羊毛。我明明就睡，因为你睡得不够深沉。月妹，请尊严。哈基要被杀了，你要选择救他吗？我那时候主播他就这样在讲。啊，那是我记得是什么？月妹，请尊严。今晚你要杀谁？杀谁？哈基被杀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你要使用解药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使用毒药再丢他。他全部就看着你。小索尔，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什么胯下爆炸那段剪出来啊？每个人都在问，胯下爆炸是什么？那什么、啊？我是胯下爆炸。很多人说那都是这个传奇的故事哎、欸，求片段。哦，原来这可以偷偷来哦。这个可以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准备偷偷来的时候就被云月就是说他不小心炸了。对，还有要求我哦，靠腰炸太起劲了。看吧，哎呦，爹，不好意思。怎么解释呢？你们在那边等吧，我去接。先躲警察。哎呦，
真的是换妹子哎。你是跟我长得有点像啊。我们长太像了吧，根本同一个模组吧。选到同一个吗？超像哎。我还下不去，我还在天上飞。看你看我就学我吧，白目。那数值学的一模一样哦，他连服装都一样啦。我们上次我记得也有学啊。来了，接了。传说看到第二个自己，其中一个会死哦。你看，进来了。嗯？哎、欸，不同地方哎、欸。不同。嗯。原貌山。哎、欸，隔壁而已。隔壁哦、oh, ，AC 有奖赏 ，AC 奖赏我来收了，所以不能乱炸，是不是？ Hey, 对，我拿到了，拿到 AC 的奖赏，感谢 AC。哇，被发现了！哎、欸，那边在烧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人了？对，看到繁星 DSD 了，哎、欸，那是 DSD 哦。对，我就说他跟我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啊，快笑死了。好了，搜索车辆长什么样子啊？远追敌人。啊！上次我们不是有找车吗？那个车牌。对，车牌。刚没几号啊？没有看。刚没看。哇，我们都没人看。每个都上去啊！每个都上去，然后就会说那个谁谁谁找到了。我记得很像越野车的吧？妈，不知道。哎呦，杰克，摸到了吗？你摸到了，你摸到了。杰克摸到了，杰克摸到了。这台啊？你那台啊？怎么摸？你刚刚上去哪一台？我刚刚喊的时候是哪一台？这一台啊，我摸，我坐。打开载具后车厢、哦，然后要拍照。哦，这一台，我根本没有碰到这一台，白痴！北七这太像了吧？刚刚打你，白痴！我刚刚怎么相机一拿起来是在 DSD 的胸部？哦、oh, ，你就那样长刺那种拍照角度都特别怪的那种怪叔叔，都是拍一个角度的哦。对，哎呦，我怎么飞不起来？嗯，我的暴君坏了，会不会动？我的暴君坏了、欸，飞不起来，会飞不起来？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哦，有了，重新坐上去一次，昨天也是这样子。凭什么引力被什么东西吸住了？对，哪有？嗯，我没来哦。车北来、嗯，警察，好像谁啊？杰克，哦，离开就好，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连衣服颜色什么都一样。哎，怎么又有啦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暴君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下去上来，下去上来看看，多骑几次。嗯，我骑别人的可以，我自己也不行，为什么？你要多拍他屁股。嗯，啊呀呀，就起来了。屁股是他的开关。然后，我看他屁股那边有个洞，对手戳进去，对。好，
然后我手就手了。都涡轮的地方吗？排气管嘛。我觉得那个不是手指进去，是拳头进去了呢。好，压我压我。等一下，那个他们还没泡完，那个警察。存款。音乐。好。咦。飙起来。下一个任务。前置我邀他们应该没差吧？没差啊。反正他也没有那个啊，东征波啊。嗯。要睡觉的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我先睡了，晚安。我们去追车了。啊！拳头吗？对，没错，拳头，对。走开啦！我靠不起来了。我可以了。这是什么魔咒吗？隔壁隔壁啊！那个垮掉。隔壁隔壁。哦。没有了。这么多人要追一台车。哦，就这个、哦。对。纹身的。我可以在这边先放个地雷啊。嘿，车子会爆，车子会爆、欸，哎，要车子还他嘞、哦。任务失败，失败。失敗神车特，神车特，你刚被车撞，剧透你，你怎么这样阻止我？来了，纹身特！腿痛，左脚。你应该抱右脚的、啊。对啊，他抱错脚了。啊，走吧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哎，等一下，走。他、啊、车嘞？这边好乱哦，这边好乱哦，这边好恐怖哦。圈嘞？车嘞？车嘞？哦，后面吗？后面黄点。好，碰碰车，好痛，我的头。哦，左左左左左左左边左边左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台车是不是卡住了？林检。嗨。林检，林检啊、哦，先生。他自己出来撞树哎。哎、欸，怎么简单呢、啊？啊，送回去，送回去。下来。哎、欸，我让隐约看那个吧，剧情。我没看过，我没看过。好，让我看。其实你坐车上就好了，一起进去就可以。干什么？直接飞过去了。怎么会有警报声？你自己在喊吗？我说怎么会有警报声 ？AC，AC，、啊啊、为什么要撞 AC？AC 很难过。哎、欸，两个繁星嘞！天哪、啊，好可怕、哦！你们进动画，结果我顿了一下。我知道你爱干这种肮脏事情，这给你，会让你更肮脏。这是我留下来的，懂
东西，嗯，黑色可以擦的东西。他的抱负，他的脚，这样还能开车吗？哼，我刚腿受伤是假的，谢谢你帮我把车带过来，这是我抢的车。外枪呢？敌我靠啦，那安内啦！你刚刚不是骑过去追人？啊、对哈，对哈、哦。外面有直升机啦，看到吗？哦，被开走了。你看现在是感觉钱很多，好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啊。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我们想要去哪？哦，好、啊，这台车不值钱的。是吧？上哪去卖的啊？炸一个车、啊，对，箱型车上，工地，啊，不就这个？工地找电钻，哇！红木赛道不是在沙漠那边？嗯，是呀。哇，沙漠好远哦。嗯。话说后面那个洞应该可以把整个头塞进去，不要啦！哇哦，就这焦掉啊！哎、欸，头进去，身体就会进去了。头过身就过。把头塞在后面那个洞。嗯。你是指？然后你就熟了。嗯。那我们在岸上按那个加速有没有？哦，加速烤火，那就返老还童了，就投胎了。这是不好炸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直接把它炸开吧。是吗？嗯？降落真的是有够慢的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我记得这个就是那个它很难炸掉啊，然后就是我你非得这样，非得把它杀就对了，有印象吗？哦，我是惊慌到他了，他很慌张，对，他很慌，哇，不应该这样的，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啦，就非得杀就对了啦，意外啊，杀错人了，怎么又是我啊？怎么又是我杀人呐、啊？我的叉叉爆了！对啦，就得杀人就对了。意外，杀队友就对了。不是，我要用原子宝，都要流炮了啦。对啦，不好意思啦。怎么都怎么好笑？直接蹦蹦蹦蹦！Sorry， 现在没办法开车过来，我的技工拒绝我的电话。嗯，好，来陪文森特，也是要给我吗？感谢。哎呦，这警察哦！我车在旁边啊，刚那个被炸的十字路口，被炸的十字路口，哪部电影版吗？我看到有人跳绳下去了，这个车应该是爆了，不知道谁车。去商店喽。暴君呢？Make it quick。嗯，第一个包裹现在谁拿着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我们怎么没在动？你在动哎、欸？难道是我吗？对啊，应该是你吧？是我在商店吗？应该是吧、欸？你手上拿
对啦，非得要我送就对了啦。我想说，我怎么不能买东西？来了来了。完成，还剩几个？两个？三个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那个，就是这个行动的两个。What the fuck？ 我为什么中了？嗯，神秘的一道墙。我天嘞！那是神秘的一道墙。电磁脉冲啊！哦，他只能继续吊着那个。嗯，然后放在学校那个吗？欸，妹子，你变了欸，你刚刚不是穿这套啊？那东西在哪里啊？国际机场，你要先。国际机场，然后才会知道那个电磁脉冲在哪里。嗯，想睡了。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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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了。那你们等一下围观吗？还是？我觉得都可以啊，看你耶。你要直接打完吗？也是行啊。我说，不然就围观围，打一打。行。死磕啊！行。这就是说，那个什么，精神状况好前跟精神状况好后有没有？嗯做对比，有飞机，啊哟，飞机，哎呦，谁开直升机？我，哈基，好，哈基加油！你看，你还可以摔大力一点。好，跟你讲，最会开直升机了。那我开飞机去撞你，飞到那到定点之后都只剩螺旋桨。哇哦，真棒！这么厉害，超强。去大学拿东西啊！嗯，我这里好多这种飞机啊！这不能收起落架，那一台好像不行。